我一天24小时都必须分配给不同的自己，有时候也很好奇，哪一个时候的我才是最好的自己。生活如此忙碌，难免会有压力很大的时候，而我解决方法就是创造属于自己的 me time， 学习有兴趣的新事物，做一些喜欢的事情，在专注中释放压力，为此刻的努力和勇敢留下记录，记录自己全新的尝试，记录每一次进步的过程，记录一个人的 me time 时刻。小米 11T 的 Cinemagic 摄像技术，拥有1亿像素专业相机，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可以拍出专业的照片和影片。一键 Vlog Mode 可以让你随性的记录生活中的小惊喜。与我严威恩和小米 11T 一起共度每一次的 me time 时刻。